来，宝宝洗屁屁吃饭了，已经。咱们昨天没去玩，今天也带你去玩吧。好乖哈，我们吃饭饭，学习，学习完以后太阳落山的时候。自己提裤子，自己提裤子，把裤子提上去，自己把裤子提上去，把裤子提上去，自己提，自己提，裤子没提好，裤子提上去，裤子提上去，然后走。阿姨，她刚刚在桌子上画画了，要擦。来，看这边，咦，爸爸，亲亲。今天豆麦片苹果哈。